小朋友好，今天是刘卫华大师战场刮胡刺技的第十集，也就是第十讲啊，一下忘了怎么比划了。这两天休息了一下，为什么？碰到假日，假日我以玩音乐为主，又碰到大雪，啊，哇，天气又好，所以就这两天停了一下。我们现在大选过了，尘埃落定了，你高兴也好，不高兴也好，这个结局我们都得接受，要有这个民主的雅量跟民主的这种素养。他强任他强，我记得那个格斗的那个一个老小子磊磊，他强任他强，一笑置之。不过我们要面对他，他也要面对未来的一种不可预知的国际之间的这种险恶，还有国内的这种媒体资讯发达啊，你再禁也禁不住的这种声音，你的反对力量，你也要尊重你的什么啊，在野的力量，在野的势力，还有人民的一种声音，希望大家能够兼容并蓄啊，给对方一点时间，给对方一点空间。好，我们言归正题，今天就给各位介绍一件跟君王思想有关的，哈哈，大选完了，余藻文最早建筑诗经，诗经等于是一个民谣，那来自于基层的声音，所以我今天刻意的在大选之后介绍一件余藻文。这诗经的余藻文呢、啊、字数不多，我鼓励大家能够记得它的意思啊，是最基本的，一定要能够记住。再好一点的话，哎，字数不多嘛，把它原文背起来。好，余藻文，余在藻，有班其首，王在号，凯乐饮酒。余在藻，有心其尾，王在号，饮酒乐凯。余在藻，依于其朴，王在号，有纳其居。这就还原文字数不多，都背下来三句话，你细分满六句，六句话就解决所有的问题，太好用。余藻文是明清官窑瓷喜欢用的，包括甚至于元青花上都也喜欢用。这是代表来自于基层的声音，但它显现的却是在官窑瓷器上，所以官窑瓷器是皇帝用的，所以皇帝尤其是盛世的皇帝特别能够什么体会孟子，2000多年前的孟子就说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那时候就有民主思想，而且
权力的基础来自于基层，来自于人民，更何况这个民主的时代，封建时代的好的君王、优秀君王都讲究这个民意，更何况现在的民主时代，所以一定要透过这个余藻文来给自己做一些启示。余藻文从毛思序上的一个说法我认同，他就是在那个年代的周幽王，就是烽火戏诸侯，让西周用这么完美的一个西周，我们现在承袭历史，我们最讲究的典章制度，最讲究的什么礼法，最讲究的什么治理作乐，周公的那个时代，也是易经的那个最完美的周易的时代，败在一个周幽王的手上。周幽王之后就变成东周了，东周之后的周天子就视为变得诸侯凌驾于他，所以假天子以令诸侯，那个东周，东周时代的孔子孔孟思想跟老庄思想的萌芽，九六思想萌芽就在那时候开始，因为周天子视为，然后各家争天下，所以这个周幽王是西周的一个罪人，他宠幸鲍叔一个美女，鲍叔嘛又喜欢看没事看烟火。我们现在有一个，我记得在英国的时候，伦敦的11月5号，英国从一年呢364天都不能放烟火的，只有在11月5号，他们在 firework 就是烟火节才能放烟火，所以那天哇灯火通明，晚上很热闹。11月5号，那今年的11月5号要是美国大选，或者美国跟英国都要释放烟火了。周幽王宠幸的鲍叔，他天天都想看。那时候烽火戏诸侯，什么叫烽火戏？烽火就是现在的警报，就是瞒着我们前几天释放的大选前释放的那个错误的警报，那个在古代就是一种烽火戏诸侯。虽然选上了，可选上了之后根基松动的一个少数领袖会影响到政局的稳定，所以在现在大家赶快就要知道要安定民心，不能再弄一些浮浮躁躁的，不能再弄一些什么类似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。你没事点个烟火，让你的这个女人高兴那么一下子，累死那些什么诸侯了，诸侯来救驾，带来什么数十万的兵马，在仓促之间，就像我们当过军人知道，紧急集合很伤人的，紧急集合很痛苦的，就类似这样，你就整人，一次两次三次，后来西周灭亡了，到西周灭亡诸侯也不来了，这就叫做什么狼来了喊多了，烽火戏诸侯的历史上的前车之鉴。所以这首诗根据毛思序的说法我极为认同，就在讲周幽王，那个时候的老百姓不满意这个周幽王，用他给在西周，他是西周的亡国之君，亡国的天子，西周开国的天子是谁呢？周武王。当时文武文王是被困在游里写的易经，7年的时间被什么被商纣王困在游里，7年写成了一本易经，7日来复。真正推翻商纣王的是武王，还是周武王，用周武王那个时候的一种什么国家的那种安和乐利来讽刺周幽王的。所以说君要什么于其位，民老百姓要能够什么各居其所，各安其位。所以我们这个余在在找，余代表的是什么，余对照的就是什么王，鱼跟王之间
鱼就是老百姓，王就是什么？周武王。当时的明君贤君，开国之君，开国天子。啊，普呢？异于其普，异于其普，就是什么？跟镐，就王居在镐京。好，就用这首诗来讽刺周幽王，你国家乱了套了，王不做王的事，民不做民不聊生，他宁愿看到什么周武王在京城里喝酒，可是天下太平，老百姓呢就像这个鱼啊，我们讲。道家讲的，就是庄子讲的"鱼游之乐”。鱼游之乐，庄子说的"鱼游之乐"，老百姓就像那鱼一样，安和乐利。王在镐京里面饮酒，老百姓就像这个鱼一样，头好壮壮，养着自己什么身强体壮的，过得安和乐利，各安其所。所以鱼再早有斑起手，就头大大的，头好壮，像健康宝宝一样。王再好，开乐饮酒。王本身就是有王的那种生活的层次。鱼再早有心其尾，尾巴自由自在的尾巴。你看那鱼为什么喜欢养鱼？观鱼的那个尾巴的那种，就是一种自由，是吧？鱼游之乐。一个代表快乐，一个代表自由，无拘无束的。对，鱼再早有心其尾，王再好，饮酒乐开。倒过来还是就是王，就是做王的事，鱼做的鱼有个好头，有个好尾，健康宝宝的头，大大的头，健康的头。有一个什么自在，它的尾巴就像人的腿一样，自由自在，迁徙的自由。最后那一句，鱼再早，异于其普，就这大的水草是称为普啊，我们普习普格普啊，然后我们习字我们也称为普。哎，他晚上睡觉有大水草，有个安乐窝可以在那边休息。鱼再早，异于其普，那表示在休息中。王再好，有那起居，住在巍峨的宫殿里面，哇，遮风避雨，然后什么，安和乐利，宁静祥和，就是一片用周武王的这种民歌、这种民诗，来自于民间的声音，讽刺这个什么，已经什么。末代的周天子，果然没有多久，西周灭亡。不，假天子以令诸侯，变成了东周。东周就是苟延残喘了。所谓的东周，包括两个时期，春秋时代跟战国时代。春秋时代是什么？思想解放。思想，说不好听的一点来讲，思想变得自由了，因为。没有周天子的这种什么拘束，没有周天子的礼教的束缚，哎，思想反而自由了。所以那时候的九流十家都萌芽在那个时候，包括什么孔孟学说了、老庄学说了、阴阳家的思想、周衍的思想。战国时代，战国是什么？行动的自由，我打你，你打我，我合纵你连横。春秋时代，东周的。前阶段春秋时代是思想的自由，后阶段是战国时代行动的自由，滥用武力，伐天下，征伐，天天打仗，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什么？所以这个鱼藻文，所以为什么在明初盛世的？永乐跟宣德的瓷器上，鉴，不但青花瓷有鉴，这个是青花描红瓷有鉴，还青花五彩，
一样有鱼藻纹。这就是君王拿来什么替代自己？一方面它是美学，它是艺术之美；另外一方面，要能够体察民意，了不起啊！有这种胸襟，有这种认知，所以永宣时期还有什么仁宣之治？那时候是汉人统治史的最后一个王朝，也是最强盛的时期。包括地缘政治，郑和七下西洋。那时候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，我们那时候史无前例的那有壮盛的海洋，不能称为海军的，包括军在内，包括商在内，你知道吧？包括一些我们现在讲的敦睦舰队，就是去建立关系、建立良好关系的。但是关系不好的时候，我就揍你一顿，啊，关系好，你对我客气的时候，我就给你什么，赏赐一些东西。当时带的是满载的什么丝绸，中国最有名的丝绸茶叶，还有西方君王，啊，也是欧洲的君王，萨克逊城堡君王最喜欢的瓷器，还包括中东的阿拉伯的王子。最喜欢的中国的瓷器，你跟我好，哎，我赏赐给你。再第二个一般般来的，我也交流做生意，卖给你，我卖还得看人呢，我看不上的人，我卖都不卖给你，更好的我就赏赐给你。所以建立的商贸啊，再上一个层次就外交。政治外交的交流，所以大明王朝被周边国家称为天朝，就从那个时代开始，而不是光是万历时期，朝鲜因为丰臣秀吉打朝鲜来搬救兵啊，称为天朝，不是的，那时候明朝大明王朝只是强弩之末，真正的天朝就是什么？永乐的郑和七下西洋，那时候就奠定了最好的地缘政治，从来没有的在中国历史上。所以现在为什么要搞"一带一路"，都是要延续这种精神。但中国文化好，就是内圣外望，就是我跟你交朋友，但我不侵略你，不占你便宜，不像西方的殖民主义，我统治了你，你的咖啡就是我的。你的什么血钻石？你的钻石就是我的，你不跟我做生意，我还把你什么？什么英法联军也好，八国联军把你门户给你打开，不管是当打中国，或者后来打的日本，就是把你门户给打开。你不跟我做生意还不行，是西方的殖民主义，而且用了你的国家的资产。来遂行对我有利的，不要说西方了，光日本，我去日本的明治神宫，当然我没有批判的意思。明治神宫最有名的，一进门第一道关卡就是那个鸟居，所谓的鸟居就是日本文化的承袭的唐代的文化，那个大木头的牌坊，我那个千年的那个匾额，千年的块木。又直溜又高又长又直，来自哪里？来自台湾，就是殖民主义的时候，他自己国家有没有？他也有，他不开采，他当做他这个资源，天然资源，他不去随便动它，他先动你的，先从你家里的东西先掠夺给我用，是这样。但是他们维护的是很好，从另外一个角度。就像英国大英博物馆，我那时候天天去啊，我天天去啊，甚至有时候一天跑两回啊。大英博物馆里面的东西，那也是多半来自掠夺，所谓的掠夺是包括人家后来很多人的捐献，不管你再有怎么样的美好的名义的包装，它的原始来源就是一种掠夺。所以大英博物馆。
他门口只敢摆个奉献箱，他不敢收门票。道理在这里。但是他掠夺去的东西他把它维护得很好。而且他的博物馆学发达。就是用那种什么那种最美最完美的呈现跟最完美的一种维护。哎，这也是怎么讲，我们这个化小人为贵人嘛，啊，我们也不去追究了，但是我们要不能不理解这一段历史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的对，除了这个大道理，我今天讲的这个大道理，君王的思想必须要什么，要体察民意，来自于什么，鱼在在早，来王在在号，号就是现长安呢、啊。长安人就镐京的、啊、就是讲西京，东京一般指的洛阳，西京就指的是什么，长安啊，西周天子的居所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概念，我们讲的技术层面，很多人喜欢听技术层面的，我最后才讲、永乐跟宣德，因为我为什么大师珍藏，这是第三阶段，第一阶段是大师说古，你去 YT 上查很多的这个资料。第二阶段是大师收藏，刚进入的这个第三阶段是大师珍藏。大师珍藏里面就带着大家去，除了认识永宣青花之美，还要能够永宣不分家，这是一般的说法。我们怎么样在不分家之间把它画一条线，让它能够分得出来。像这件是有款的啊，像这件。这样这一件是有款，是不是灯光太强了，有弱光一点。这件是有款，这款写的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啊，大明宣德年制，宣德款式气满身，是古书上特别说明气满身。这它可以在口沿的地方，它可以在什么肩膀的地方，它可以在腹部。它也可以在什么足部，就是它的什么底部，但一般来说最珍贵的还是摆在明处的，就在器身上的，尤其器身 就像我们的在它的什么肩部的这个款式，是所有款式里面，当然也不能这么分的，我说有部分的一些所谓的专家，部分的拍卖公司把这种认为是最高等级的。啊，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，那是商业包装。其实真正来说是宣德款式气满身都有。底内底外底都有。啊，这个腹部胸部肩部口沿都有。啊，所以我们不能以那样的划分仅做参考。我灯光一照，他看到他有少数的一些冰裂开片，因为这到底经历了600年。所以我们讲的拍卖最高的标准叫做真金心。我们符合真金心，但是你细看的时候，它的岁月的痕迹还是有。600年来它的印力，因为它从造型到口沿到它的什么溜肩到它的收腹，这之间的应力的不同，造成了它的釉面啊，会有在细那种细裂纹啊，那个是正常的，那是一种岁月的痕迹啊，岁月的痕迹。那我们这个名称啊，我刚才定一下，明宣德青花描红鱼藻。什么鱼藻呢？莲塘，是不是都是莲花、莲蓬、莲叶、莲蓬、莲叶、莲花，什么莲塘、鱼藻，还有什么海涛，上下相对应的海涛。海涛在官窑瓷器上代表什么？对，江雅海水，代表江山。代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那最后
根部的地方，这个缠枝的很漂亮化了，缠枝的鳞枝如意纹，这是宣德永宣瓷器上常用的，尤其宣德瓷器上，这可以作为宣德的一个鉴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。再配合我们的釉面跟灯光打上去，它的那种带那个冰裂的这种开片，很漂亮。那这种美呢，是没无法仿制的一种美。那它的那个青花发色，我们就讲宣德的那个标准的青花叫做什么？炉火纯青，一代绝笔。炉火纯青，把那个什么火候烧到了最足的地方，啊，英文讲的就像牛排 well done 一样，熟了，啊，那种感觉，那种宝石蓝的这种美，啊，再加上它的晕散，而且大家宣城的用的又比较什么浓厚，用的含有石灰碱的草木灰。所以它的浓重之间也再在那600年的岁月印历，所以它有这种冰裂的开片，是这种是无法仿制的，无法炮制的啊，无法炮制的。它的口沿的地方呢，还有承袭有元青花的这种梯形口，梅瓶的这种梯形口啊，这种梯形口的这种韵味，就是它这个是一种什么有。新创就是宣德青花是什么？被称为什么？朱鸟戏精宣什么？青花为贵啊！还有呢，宣德呢，开一代未有之奇，它有新创的部分，哎，它又有承袭啊元青花，不然能不能各位能不能看很漂亮，画的缠枝莲花。好，最后我再跟各位说一下啊，来说用弱光照一下好了。最后跟各位讲的什么叫做描红，这红釉有分釉上彩跟釉下彩，釉下彩叫的釉里红，那个大家想高温釉里红，用铜做成色剂，我们这是用铁做成色剂，叫做矾红，对，明矾的矾，矾红。根据清代的清兰谱做的景德镇陶录卷上卷下有说矾红彩，记得这原文，矾红彩青矾炼红加铅粉骨胶合成。我再讲一遍，景德镇陶录说所谓的矾红彩是什么？青矾，当然它什么炼，它当然炼制就代表什么，用火去炼。青矾炼红加铅，为什么加铅粉？让它的温度，烧成的温度降低。铅是一种助溶剂，加了铅之后它就不用这么高温，它可以节省颜料，而且保护釉料的光鲜。青矾炼红加铅粉，为什么加骨胶？增强它的什么附着力，不会剥落，比相对比较不会剥落，因为它是在釉上彩。还有就跟各位再讲一个秘密啊，就是当这个釉上彩的矾红有剥落的地方，你看它下面有浮雕，有刻画，那个刻画是增加它的像什么西方的油画，增加它的立体感，还有很重要的是增强它的附着力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跟各位讲的这技术层面、理念的层面跟技术层面。所以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，两个层面的东西我们都跟各位介绍过了。这就是大师珍藏最珍贵、最珍贵的地方。啊，有人说哈，不打灯再转一遍，不打灯再给各位再转一遍，给我理解一下啊，给我理解一下，这个宣德的这个青花跟矾红，再加上它的这个白釉，它的这种美啊，是无可替代的一种美，是一种最完美的一个结合，英文叫 perfect， 一种完美的一种结合。但
刚才讲了，什么叫做樊哄，解释过了，引述景德镇陶录的原文。我再跟各位讲，它的实用上分三个程度。为什么叫做描红？描红是最高等级的。描红就是用青，用这种类似像青花，或者类似像什么水墨画一样画上去的。再加上它下面有暗刻，增加它的这种浮雕的感觉。这是描红。另外还有一种叫做什么呢？刷红，就是抹红，那被抹到了抹口红，抹口红那就叫抹红，对，女生抹口红啊，抹口抹红，它是作为一种怎么讲？一种辅助，它不是作为一个主要画片之用，所以描红的等级最高，描红就是绘画的等级了。还有第三个，大家想整个的地址。就像现在的我们汽车的烤漆或者喷漆，当时用的是什么？人工，用个小竹管上面扎的，加的那个纱布，细纱布，要用很好的技术去吹。各位记得，我们现在电熨斗都它都自动的蒸汽熨斗。我们小的时候还看到那个是什么呀？人家在那个烫衣服啊，用嘴巴去喷那个水，你看到没有？用的很厉害的那个银的亮光，早上晨光晨夕啊，噗一喷，整个上面那个水啊，水珠非常的那个什么，就像喷枪喷出来一样，很匀称，然后烫下来的东西完美。这个就是技术，那时候叫做吹红，所以有大面积的吹红作为底色的吹红，然后像涂口红一样抹红。它最高级的绘画等级的，这叫做描红。所以我们这是一件考考各位，再讲一遍，对，明宣德青花描红，莲塘鱼藻海涛纹梅瓶。好，今天资料你要是能够消化你就很厉害了，你要真能够理解就很棒，你即便是随便听一听，你的这种什么认知已经什么不知不觉之中增加了一甲子的功力啊！牛逼不是吹的，火神不是吹的。我们今天说到这里，还是欢迎大家能够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我们来一起共享盛举。今天说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